干啥呢？刚才，这里好，于小点，特别好啊！这个月表现的特别好，继续努力。哎呀，听着没？你田经理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是不是我这个月的奖金就没问题了？奖金肯定是没问题了，那就好，工资扣没了。为啥呀？我工资咋没的？你爸上老田那疙瘩汤馆吃疙瘩汤，挂在你账。不是啊，吃疙瘩汤把我一个月工资吃没了。吃疙瘩汤肯定是吃不没呀，他办了张卡，办的啥卡呀？疙瘩汤年卡。疙瘩汤啥年卡呀？钻石 VIP 会员疙瘩汤年卡，钻石 VIP 会员疙瘩汤年卡，这老爷子办这么昂贵的卡，那也没带我去吃一回呢。带我吃了两次，带你吃两回。那味儿听不出来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别说疙瘩汤的事了啊！今天我告诉你啊，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啊。咱们小区从今天开始禁止一切车辆进入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咋这么严了呢？你不知道啊？就在刚才啊，隔壁的小区一个车差点撞到一个女孩。哎呦我的妈！还好没酿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啊。但是这提醒了我们。 所以啊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小区禁止一切车辆进入，一旦发现车辆进入啊，罚款你50元。明白了，没问题。来，提示标语一会儿贴上啊，贴到比较醒目的地方。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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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。小点啊，哎，我刚才说那些话是不是都记住了？都记住了。好，经理，非常好，一定看住啊。放心吧。 绝对看住！哎呦，这我这经理都我们经理教的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！小样，让我抓着了吧？看着没，路子，想罚我50块钱是不是？来，你给我下来，来，你下来，不是，下来啊！小样的，非常好啊！我刚才就是想考验你一下。 做的特别好，考验我！这样，我把车呀，这就先停到这儿啊。哎，然后呢，我晚上下了班，我再过来取。啊、行啊，太行了，得回呀，经得住考验、是不是？你就这么认真的干，以后工资还得涨。放心吧，田经理，别整的没用的了。啊，车开好就行了。 好嘞，整的没用啊！哎呦我的妈，经理真有劲儿，看着没啊？咱得贴上它，标语是不是？保安哎，咱就得服从。你看看，哎，一切车辆禁止入内。什么叫执行能力？这就是执行能力，对不对？一切车辆禁止入内，朋友们。 就但凡我有点脑子，我想一想，你这，它是什么意思？你得理解上去，一切车辆禁止，一切车辆禁止。但凡就是有个你带轱辘的，你就进不去，对不对？哎，干住完了，咱这，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太厉害了，车都给我干飞了都要啊！什么是我干飞的？不是你干啥挡着不让我进去啊？那个外卖小哥，我要给你解释清楚。 我们小区新规定，看着没？一切车辆禁止入内。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哎，还有一条，如果你要进去了，我要是没看住啊，罚我50块钱呢。罚你50呢？嗯，破费了啊！行，你给我站住！什么叫破费了？不是你那老拦着我干啥呀？啊，那我上午来你那小区送外卖还没有这个呢。这不刚贴的吗？刚下的令，一切车辆禁止入内吗？不是那个。 哎哥，你这样，你放我一马。我是保安，我不是放马的。你这是，不是？那我下回注意行不行？你这回让我进去吧，马哥。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说话你给我注意点。说错了。你不能因为我长得像啥你就叫我啥。我是，你脸哥。 你这啥玩意儿都往自己身上揽上呢？行吗？不是，那你关键我顾客点单了，你说我咋办？我怎么送啊？啊，还有啊，啥叫一切车禁止入内啊？
一切车进主路那得啥意思啊？理解能力差，是不是？说明啥呀？脑子不行。你看咱这理解能力，就说明一切车辆禁止入内，就是说带轱辘的就不能往里进。站住！咋的了？他能进不？那个，你要干啥去啊？我回家呀。回家？你先别回去了。咋的了？就那个小区一切车辆禁止入内，我这箱子带轱辘的就不行。啊，那你费心了啊。哎，这家伙反应，这小伙子反应快呀，这小伙子。来，你这么的你也学他，来，你给他绑起来，来，你往里走，来，你要绑起来我就让你进来，你走，来来来来走。我也绷不动啊，这样。